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他说这个 AB 啊哈 ，AB 跟 AD 是垂直的，哦，这是90度了。然后呢，这个 AB 等于3，BC 等于12 ，CD 等于13了 ，AD 等于4，他要求这个四边形，哦，这个梯形的面积啊。好，那这个，那这不是梯形面积吗？那就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就好了。我们看哈，AB 跟 AD 是垂直的 ，AB 等于3 ，BC 等于12 ，CD 等于13 ，AD 等于4 ，ABCD 啊，那就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就好了。所以它面积等于多少？面积的话就是上底加上呢，哦，这个垂直这个不一定垂直，所以呢，所以这不一定是梯形，哦，就是说这个互相垂，他说哈，AB 哈，跟那个 AD 垂直，这是有垂直，但是这不一定有垂直哈，所以我们不能这样算，那怎么办哈？我们哈现在哈，这个，我看哈，好，那我好做一个补助线，我连接呢 DB， 啊这三四啊这是5嘛，那这样的话哈，一个三角形三边如果都知道的话，那么这个三角形面积可以求哦，啊你看哈，这个斜边的哈平方，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哈刚好是个平方，所以这个刚好也是90度了，我当然是画的不好了，刚好是90度，所以呢这等于是。这个形状哦，这个四边形哦，相当于是两个呢直角三角形的合并，所以它的面积哦等于多少？面积 A 的话等于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啊，这是直角哦，直角三角形就是3乘以4哦除以2，它加呢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就5乘以12再除以2，5乘以12哦。再除以2了，我那这都算出来，6加多少呢？6 30，所以是36了，所以面积哈，是等于36。